念佛机啊，念佛机看次数的啊，计数，念佛计数器啊。
欢迎订阅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，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，道清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。好多劝善书籍，劝善书籍经典，经典传记，传记游记，游记。劝善书籍里面有很多种游记，人间游记、天堂游记，还有地狱游记、极乐世界游记，啊，六道轮回记。正道理称生命之光好活动好多种善书有啊，逐字念啊，用中文念，国语念，还有写经笔啊，那支笔是写经笔的，写出来字是金黄色的，写经笔。搜寻虾米网络拍卖，你看抄经跟那个水晶笔，抄经跟水晶笔，观止岭，哎，观止岭，碧云寺也有做抄经笔，没有这种抄写经典的这种本子，有人抄好了以后，拿到庙里面盖那个神明用的印，还弄火化。说公主回向他的家人，公主回向，那个网络可以用手机荧幕正下中间圆圈圈按长按几秒，会出现 OK Google， 就说 OK Google OK Google， 请帮忙搜寻抄经笔，抄经笔，抄佛经的哦，抄经笔。那找到那个虾米拍卖是虾米拍卖网站，不虾米那虾米虾皮哦，皮肤的皮，虾皮拍卖网站。然后有卖那个抄经笔，也有卖笔芯的，抄经笔。有的认为经典要放高一点，放高过那个腰部了，放高过腰部了。毅力好超棒，光碟片也很多。半仙人士，半仙人士啊，赠送很多光碟，这都是宝藏。虚心学习的人有福了。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；好学近乎智，闻所成慧，思所成慧，修所成慧。修所成慧最深，闻所成慧最浅。思所成慧中，哲学三会文思修，佛学只论圣师明辨笃行，笃行得到道的悟叫做正悟，知道了那个悟叫做解悟，解了解的解，正悟还是最标准最圆满。据说旧书杂志佛像佛物宣传单的这些活动，据说旧书啊杂志，学校是那个照旧书他都不要，杂志也不要，英语杂志也不要，佛像佛物也都不要，宣传单也不要，佛像不要你们。佛像怕乱放不恭敬，佛舞怕那个有的会还有那个灵在上面，先拜右边再左边，
法门去讲啊，法门去讲啊，法门去讲啊。从庙里面的大炉叫金公炉，金公炉还是三官炉？金公炉应该是外面那个，金公炉应该是外面那个，里面的炉是三官炉，三官炉。你看椅子上面都要放金子，椅子上面都要放金子。神桌怎么像床啊？哦，这木鱼啊，哦，你看那诵经用的木鱼啊，木鱼跟磬，左边木鱼，右边是磬，哦，诵经木鱼跟磬，有中兵鼓的木鱼是鼓声，磬是钟声，晨钟暮鼓，晨钟暮鼓提醒。